们签，哦，这两个这个学历都是吓死了，两个都是博士，不是 University of Michigan， 就是 Caltech， 就是 Berkeley， 就是那个 MIT， 哦，这个其实我们第二代有可能都还读不上，他们都读了好学校啊。好，我们现在是那个他们已经决定了，由好像做官做最大的那个学长，他做到国歌会的副主委，我们请。好了，那请起来，好了，来，请起来，你感谢失败，快到准备一下，一个小时，要听他们精彩的人生的故事。
没有人管到我，可能你听都没管到我，所以今天是剩五一年，我一点没人做这个听听呢。我再来讲，今天我小话讲一下，就讲，因为第一张哦，因为我无迄个模，我是我有模型啦，因为以前我就做了足大，做不注意啦，对，所以当实际上拢做无了我模型。啊，所以第一个模型，我印象哦，这是很多讲雅典娜哦，飞机雅典娜，啊，这中华一号，啊，二号的是哦，这几个飞机哦，电管伊就以前伫遮，啊，现在都是飞机啦，啊，这飞机是飞机公司做，啊，这三号，啊，五号，啊，无四号啦，大家知影啥无四号？啊！我都讲这种注意哦，你看这，迄时阵我有一个中华民国国旗遮嘛，遮红吼，啊，这下无去啦。啊，到尾发现讲吼，迄时我都真不注意吼。伊讲恁吼，伊讲啥个，啥个红嘞？讲因为哦，台湾吼，含美国无办到啦，啊，所以。啊，这只飞机特别是因为美国的迄个洲际飞弹哦，改换伊做发射飞机，变成了做Miniman 啊，做义勇兵哦 ，ICBM 迄个洲际飞弹啊，退役那种啊，给它改了，然后变做发射，是说赚钱啊，无你若较家己嘛不使哦，啊来免费来替台湾飞啦。所以这是属美国国军的吼，啊，所以伊会使来国旗安尼。啊，这本来我听着会使来国旗，我做翻译，我拄啊好，我就无爱来国旗咧。咁我想讲我袂使，我敢会使讲你随便讲，你参着参着你，或者我来讲着，若听我着，伊着伊家己无爱我来国旗的时候，我着袂爽，啊，着比较较清楚啊。咁我伊讲，无论安怎吼袂使啊，但你不管你写哪都出在你啦。我来讲哦，我嘛知我情绪无遐好啊。我就啊，叫伊讲，你个说台湾足大只，大大只个虾啊，我成功去，啊，真正无国旗。啊，第四粒，即摆讲个即粒吼，如果有国旗啊，因着即个 SpaceX， 即个是 SpaceX 的迄个 Falcon 9，迄个我相信有人肯定发烧，有人去，即个看，即个威力无比啊。啊，这又不是民间的啊，所以国旗的私人归咱民族国旗，这是一个很一个差异来讲。但我这我模型啊，所以就是啊都不注意，所以吼都是这个模型在做，我拢会现在未来以前去做生活当中。简单是，头前我已经讲了，而且我这不注意了，这不注意吼。第一项大个代志就是国民党六冬的时间，毋知影要怎解决南科的高铁经过迄个台南科学园区啊，拄啊要产生震动啊，台积电的厂可能会产生震动的问题嘛，要怎解决？国民党六冬毋知要怎解决，安尼我国民震动急切吼，我开始要讲我来解决这个问题。到尾就一心，对个吼，对国会无影响，对我变做长官了，可能就变做当一心，我要解决这个南科的代志。我先我讲就讲，南部科学园区伫台南的新市甲县华迄个所在啦，这差不多五公里啦，啊，这差不多三公里，啊，铁路是比较经过吼。啊，铁路边啊，拢厂房吼，拢厂房。啊，其中台积电吼，这不如这个是台积电的厂房吼，啥气也未开业吼。啊，联电伫遮哩吼，啊，这差不多200公尺左右吼。啊，火车是比较经过吼，火车伫遮塞来塞去，啊，咱伫遮咧做半导体，啊，半导体的进度啊，做三奈米。三万，做些，所以伊若产生震动哦，
龟山鬼神的震动，这台积电呢也收回三千多亿美元，因为半导体的电动手机嘛，啊，良率的降低，啊，所以你等下小学办法，这震动哦，把隔离了，重新隔离。你这种情形其实，这以前国民党民进党不是不让干，不让开发，啊，不让开发就是我们来开发。啊，所以我去付出，我是付出一下好多，别人来告诉你。我安尼解决来讲，就讲很多安尼条数吼，桥都跟桥都没什么空间。啊，这个我们就是讲哦，因为也震动嘛，啊，所以桥都在中间，那用阿木头连起来，一百三十所有桥都拢在连起来。啊，边啊都在凹头凹了差不多四十公尺嘛。啊，迄个做一个钢骨墙，啊，都有减震材料，这两个拢合起来，啊，凹土啊，这样。把这个减震，啊，这边龟山比这边要早的减震，把洞一加，哦，把龟山洞一加，而且新房就特别减震，特别震动，嗯，是。因为，这是跟你讲讲哦，这项很多难关呐，就是这条是这有较无先做，好不好？这个我是可以。啊，台积电是，做个加个台积电一家嘛，啊，地罗一家，啊，我这是我进入这个洞，你无什么顺序，唔知怪啦，就是讲这个我是咧，主要是继续讲啊，完工以后吼，我去甲真正请一个做一个下，大家到时叫学生去了无了，等个时间去甲留言啊。啊，结果一旦直接下载拢，伊拢拢是四十八的迄落啊，四十八 DB 内底吼，符合规定啊。但这我已经买出来，没有啊。来，过来。我刚才也讲是讲，现在都回复了我的啊，现在是必要吼。以前我来你讲，只台积电你家对不对？但是起码只要贵了拢台积电啦。本来是一个所在，拢三个工厂吼，三个台积电的迄个 IC 的厂，但起码已经发展到所有的拢超过二十厂。啊，所以今年都去年的总产值，迄个南科的一个桥贵新竹科学区。而且因为伊一寡台积电的这个三万米以下的厂拢伫遮哦，所以佫过去活到到十天哦，甚至要佫看过台湾几个很久的产值是较困难，大部分拢伫遮。啊，袂错。这刚才之前叫了伊讲，这延期总值，这个。地罗中正也是八十五年哦。那我不管是讲啊，咱办十八年，应该是八十年，应该十八年跟八十五年应该算起来八十五年，所以我都要管。这个大家关注的哦。啊，伊姓名是一百单嘛哦。啊，是讲可能没完成，刚刚在无破坏性震动，因为现在有点鬼哦，震动啊震动的，这。我用用的，那个科学机的那些来安检。
这一公公一年产值得得超过一兆啊！啊！啊！2003年哈，就是去年已经超过70亿元哦，一公啊，这是一个一个事实啊，这个公司是比较容易炒作，我们受限看看，但当然没有办法。我就爱听三个人，我好乖了，啊，小狗文嘛，啊，好乖呀，那个外甥，我到迄阵以前朋友讲，你按哦，你按奇怪，我来，我来跟你来写文章，我跟你写，所以就是像你这样哦。然后替我写出文件，都是一些一次一次的，我那里我阿哥，按下来是，从文章那里是水平经济，然后现在也做了下文章嘛，所以我做这种感到啊，台湾这吴永福哦，诶，迄个吴永福评论哦，这吴永福专门咧批判这个，这个社会批判这文。对是批判的我们的下的一个作家的回天信啊，这个原来那一起相关的我们春节，啊，然后推荐讲，春节去得这个吴永福评级奖啊，我们这奖礼拜啦，啊，所以很难代志，这我大概看一下，我春节用过啊，这个就今天上面睇下就比较有过来看啊，蛮容易的。我文化基金会颁奖，我那个颁奖典礼，然后我那里哦，有这么两下，啊，一进下来，对我下，接着彭林松哦，应该是真出名的作家啦，都伊都做我的生意，对吧？当然，我咧讲的延期的完成是2006年左右哦。啊，我后壁去，啊，甲今年的5月，行政院院长，他会同国科会主委，啊，甲会同南部科学园区的胡庆华，请我这个院长啊，评审委员，因为评审委员是甲我有关的。平时我都唔做，因为到尾就唔做啦。但是嘛，时节就是辛苦，所以大家啊，平常因为这报告会，我们这两栋这个公债很高啦，我们这个奖金，这反正是礼拜六结束。对。啊，这个哦，这嘛是真感动的一个。我出道，我专业出道嘛。2008，我是2008，我是七股的出道嘛。啊，我这艺人哦，是那个，他必须当两个人出道会，加一个吴尔龙的，台北杨太阳会，加谢瑶雅的这是一个搞笑会东西，一直准呢。安尼做拍片，做这个，我刚刚就是讲啦，啊，我今仔拄啊拿第一信，第到三审到无罪，啊第一审就无罪啊，第一审宣布无罪，啊伊就咧应验，伫这个台下来应验来阮厝，来送我表示讲对我真同情啊，真多谢。
国民党政府还是伊个厝，伊爸爸个厝，光天化日之下，伊一个老母，两个查某囝，叫但是一个三个拢无来，伊顶份钱是失败了。伊个情况，伊就办着，所以人光天化日之下吼，什么款人，什么款人，你当你当做什么人啊？做什么？七十当后，林义龙，他倒转来做民进党主席，主席不算一个人做总统，是陈水扁。所以讲，伊安尼七十当后来做民进党主席，然后迄个同款嘛，伊有变嘛，可以做啊。因为一个我当然用一切的，因为一个功德哦。啊，国民党做历史，就开始来民进党竞争哦。那个一世人拢拢总统嘛。啊，这回我等于是打做倒来是我的朋友有去住啦哦，伊人无去住啦，伊换人啦。啊，伊说，讲财政，讲财政来上台湾。这落花村民甲啥物啊？是左囝、老母，还是迄个是落花？啊，经过村民培养，起码新的啊，这个意思吼。啊，以前是就是一个，我第一回吼，变成第一回，是我是我跟他讲，是我一个。啊，伊迄个，起码一个第一次，第一回，所以我就觉得，很多人讲，他说说你两个人打完，按了。时间，伊当去伊啊，行一撮伊个主人基金会就是伊主伊台湾的财产捐出来做这個基金会，从事这台湾的迄个知识会教育的努力，啊伊家己就是伊啊，伊个是归政府啊，伊个做啦，伊个伊啊，伊个今年今年又是变得变得少了，所以今年是我做我这個。介绍结束吼，各位，今日台湾时间依然无变，感谢。